1949年，重庆代工祠内，杨虎城惨遭特务秘密杀害后一张罕见的遗容。根据当时的记载，他的双手被反绑，身上有着明显的刀伤和用刑的痕迹。他的面部被特务们用浓硫酸腐蚀，体无完肤，惨不忍睹。一时间，人们难以辨认这未曾经威武不屈的将军。